主料鱿鱼500克，茭白3根，辅料油、盐、糖、姜、蒜、辣椒、小葱、料酒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清洗鱿鱼，去除脏物，切成块状，清洗茭白，切成片状，姜斜片，蒜拍碎。热锅冷油，放入姜蒜辣椒爆香，放入鱿鱼翻炒，放入茭白翻炒，倒入料酒，加入了盐糖调味，撒上葱花，装盘。烹饪技巧，入客高血脂、高胆固醇血症、动脉硬化等心血管病及肝病患者应慎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